咱因查囝要来小姐，阮爷爷报名要来，互你敬安尼啦。安尼哦，就是他们，因为丈母娘看女婿越看越有趣。那不一定哦。我的讲哦，这边我觉得很有诚意。是杨报名。他呢，你要来未来的这个岳母呢，看一下洪尚杰风中的承诺。哇。一说，嘴巴，我们婷婷整个紧张了起来。哎，新条哥，你到底是几岁啊？帅哥，我今仔日十二岁，青春的肉体。十二岁，不啦，一路生呀。嘿，哎，我早囝十九岁。不啦，卡姐，我跟你讲啊，别看我年纪小，我提出来是足大的哦。我想想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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想真的是伊大个啦，卖个假啊！那对大个。之前我伫遐咧吹笛子嘛，是因大，因吹。真的，我甲用查者，真的我大个。我无，你就转啊，无你好难。好，我若是无家己大个，我烂掉。哦，生气啊，生气啊啦！十二岁都讲他想要烂掉，你敢知？不是，迄种物件我所服的，你别会烂掉。我说我的心态烂掉。你若真互你做竞赛。他半夜可以弹岳母的，弹岳母，安尼隔壁也来投诉呢。不要乱开玩笑。赶快跟他大声。天哪！弹岳母，你不要相信哈，就是说把你妈妈拿起来当吉他。你解释什么东西呀？你阿公，你需要看这回啊，先生。啊，我觉得年纪大一点比较好，因为他熊又气啊，收入多一点。因为哈，我跟你讲，我的意思是说哈，因为熊又气哈，咱其实宝贝都气啦。然后至少呢，他要有一点基础，经济基础嘛。这个好不？跟我早起。你不介意就算，你阿婆要从啥？秉婷漂亮吗？现在在问你，在问你啦。你只看他妈干什么？我以为是都你还好吗？你看你是要认干妈的人，漂亮啊，漂亮啊！啊，不安尼啦，哎，台顶三个好一见啦，海娜、彩华姐、婷婷、可丽姐，你可以，你可以。如果你有一天有机会，选择你的人生另一半，这三个你会选择谁？哎，请你慎选。我跟你讲哦，你可以加啊，我也会减，没有关系。哎，我选我会减。
我也会沉，也会除。你会减太多吗？好，来选哪一个？来，我不瞎讲，我当然选中间呢、啊。两个重要吧？两个旁边的出去。伊竟然讲伊无阿公，伊竟然讲伊无阿公。我跟你讲，咱来找詹老师好。伊只阿公公。来，欢迎这位190要来参加选竞赛人出场。哎呦，哇，这个音乐！哎呀，哦哦哦，这个是钟馗来哟、哦。主客，林晴，大表你好。嘿嘿，晴晴来。时间已经到，哎呦，我都一猜球已经透，我也是比较笨嘛。那球，阿囡仔人不，伊唔知迄是啥呢？来甲我讲者，来，今仔日呢，这是呢，这栋大楼呢，准备要剪彩吼。喂，唔是啦，唔是哦，好，你莫乱弯啦。哎，阿伯，这是倒位请来啦？你唔好讲起要赢球啊！这栋大楼，是这栋大楼。我问你，我晓得嘞，阿内哦，你看我两个哎，龙财路猫对不对？晓得嘞，阿内今天这栋大楼不是要来剪彩，是要来开工。我咧点干呢，开工。喂，我咧破图嘞。我做认真嘞呢，我无认真吗？哎，你卖乱啊啦！你看主头气味对不对？嘿，这书。人家周星驰千鬼，我也笑的。周星驰有这大长哦，你是拢无咧看电影？有这大念，婷婷，你有这大书哦。你来给我哈，问呢？你甲看我两个徛做伙。哎，小鸟依人，就。问有两种是问啥啦？问好诶，问到诶，问爽诶。天哪，要给来给我这种诶，真正，因为我做过龙诶。发财。龙门啊。小弟，公了吼。你们囡仔人面头前，我袂讲实啊！我做乱讲的啊！我变来看啊！哎，哦，本来七天，弄个变九天。今天这两个人，我已经那个舅舅已经帮你看清楚了。他两只如果用昆虫来比喻，直接拉牙，直接嘎抓。哎呦！品级，来，我请啊！预估其他地方。这位龙长叫来，我只有五万块出耶，有无？这是啥？要再改？怪改成五块钱？哎，迄只斑马那声就怪怪。什么叫斑马？哎，牛啦！我这吼，牛啦！我这会好诶呢，这正是会弹诶呢。哇，那叫你车辆啦！那叫你悲伤啦！我爱个阿内六块吧。哎，这只，这奇差嘛。你来给我，林刚你玩这个哎。现在，这林刚这个唱乖啦。搞不有，丢，不是丢，你叫妈妈。妈喂。阿诺。我是种的六块不？啊，无啦。无。真讲啊，新官。我计乘龟骨车，乳牛拢堵出来啊！你无介？不是，我都唔敢腰掉呢。哈哈哈，热血你和我。感谢你和我，这是一条情感的溪流，联系你和我。思念时刻拿起话筒，热血轻轻拨。情意霎时化成小雨，浇灼在两头。一段是你，一段是我，热血你和我。热血你和我，哈哈哈！热血你和我。